欢迎收看《凤凰魅力》，我是辜夫人啊。其实以昨天呢，台股的收盘啊，我觉得是有蛮有一些 mega 在里面的，因为其实以最近的盘势来讲，台股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这是我们台股的周线哈，这边大概是在6600点啊，当时的融资的水位呢还在1700亿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1700亿以下，你回对回来几乎都没有掉超过1700亿，当时的水位都在哪里？7000点、6600点。融资缓步增加，大盘涨了到10014点，总共涨了3000点以上的空间。好，现在是在8500点。那你8500点的话呢，其实再往上走3000点也不过才12500而已吧。哦，所以整体性来讲，这一波上去就是未来一年到八个月，就是在八个月到一年的行情。第一个，光从融资的角度就可以知道，下半年的行情大家都在说很不好。但是在大家都说很不好的情况底下呢，它就会发生一个很重大的转折，这个就是全球股市的一个趋势啦。台股是领先全市场而下跌，我们的融资也创了7年以来的新低，就是回到2008年、2007年的水位，那个时间点只有5000点，然后那你5000点的水准，现在是8500点的水准。所以整体性来讲，第一，筹码非常的安定，下半年所有的利空大概在这一波从10000点来到8500，大致上该反应的已经反应完毕。那昨天收盘的时候呢，我们刚好收多少亿？来，成交量刚好在888亿，然后888亿，这个就是标准的国安密码，好，你先理解了哈。昨天早盘还在杀融资，尾盘放大量，尾盘量比开盘量来的大，所以等于是说7月30号在今天，如果真的收一根中长红，收了80点、100点的红黑棒，你也不要怀疑，因为这个就是趋势嘛。昨天收888亿，它就是在收一个，就是国安密码了，收一个标准的国安密码。然后再加上融资又来到7年前的水位，你整体性所有的利空都在前半年的4月、5月、6月、7月三个月的跌幅，从10014点到8500点，这一波下来1500点，融资又创新低，而且是最近一个月来才从2100亿降到1660亿左右，这一波的融资降得非常非常的快速，所有的投资人大致上连法人啊，对于这个未来的半年可能都看得很保守，可是所有的多头行情都是在最绝望的时候，都是在最保守的时候才要开始大涨，这个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啦。啊，这个行情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产生，那更不要讲说在过去两个月，好，6月份、7月份。其实何老师也好，我也好，我们其实都有跟各位讲过，生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族群。好，6月份开始，立丰，好，当时在185、180，来到了昨天最高，来到241块钱。大盘过去6月份、7月份跌了1500点，立丰反而是从180来到240，涨了60块钱。立丰过去两个月都在涨。大盘再跌1500点，你买对股票，你融资会断头吗？你买对股票，买对产业，你不会赚到钱吗？这个很简单嘛。我们再来看邦特，5月份上去，6月份整理，7月份也整理，好，大盘跌了1500点，它跌到哪里去？最多110来到95块，还在整理，量缩。
量的下降压力，等到后面几天的补量，它就马上再起一波。医疗耗材本来就是需求之所在，越南厂、菲律宾厂都有在扩厂，为什么要去东协去设厂？因为税金的关系嘛，税金有 tax break， 好，它有这个税金的优惠，股价又没跌到，啊，股价没跌到是不是有道理？哎，大盘跌了1500点，股价为什么不跌？它的道理何在？大盘跌了1500点，立丰没跌过，而且还涨上去。虽然小小的60块钱不多，180万也变到240万嘛。啊，你大盘跌了1500点，什么股票没跌到？什么股票没跌到？我看大概只剩下立丰吧，邦特也没跌到啊，它叫做整理嘛，它没有跌到哪里去嘛，对不对？这种生技都是补量就走的。啊，你说会不会补量？我告诉你，就是会。为什么？昨天收888亿嘛，他就给你收一个国安密码。现以前是用加权的指数啊，可能是收啊8888点，不过给你收在啊8568点，可能这样。那现在跟你玩量，量更难控制，好不好？量更难，量更难。我没有骗你，量真的很难。他居然可以收的这么巧妙，那我也佩服他。啊，台股本来就是浅碟型市场。它本来就是会收一个很奇怪、很奇特的数字，啊，888发发发，对不对？今天来一根中长红，那多好啊，是不是？那你就是怎样把握这个时机，不要做错方向就可以了。啊，这个行情就是这么简单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子股，来，通亨，5月、6月、7月，好，涨一波上去，七月份急速修正。回到了五月份的起涨区，业绩的部分有没有跌到？业绩有没有衰退？业绩没有衰退吧？业绩没衰退，股价回到起涨区。业绩没衰退，回到起涨区。Apple Pay 的部分。Apple Pay 是造成这一次金融刷卡机的换机潮的主要推手，苹果很重视 Apple Pay， 大陆的二手 iPhone 跟新的 i6s 就是在推动 Apple Pay， Apple Pay 的推动带动 NFC， 带动了 Google Pay， 未来 Android 手机就是 Google 的部分，它也会走到 Google Pay，这些都要推动金融刷卡机的 update， 金融刷卡机的换机潮。那既然换机潮出现了，你认为股价要不要走？这种公司能够不涨吗？股价能够不涨吗？法人能够不补吗？外资能够不补回来吗？又回到了起涨区，业绩又怎么样？业绩又没事，还在成长，还在倍数成长。一倍、三倍、四倍这样子乱涨，我说它的业绩又一直在快速度成长，啊，这个刷卡机又不是一两个月就能换完了，也不是一年能换完，它会持续下去嘛？因为未来的手机的行动支付只会多而不会少。如果未来的这个手机的行动支付只会多不会少，迟早台湾也要跟着换嘛，对不对？在国外我讲过了。很多人他们去消费的时候，其实你去餐厅刷卡，人家是把刷卡机拿到你面前，给你自己去刷，给你自己去感应，给你自己去输入金额。这些就是趋势嘛。以前是刷信用卡，现在是刷手机，手机刷过去就可以了。趋势就在这里。啊，这个就是产业面，产业就是这么简单。哦，产业其实你只要抓到了趋势，其实你在选股上面。就不会出事，就跟立丰一样嘛。过去两个月是涨的嘛，大盘是跌的嘛。邦特过去两个月也没有跌到哪里去嘛，可是大盘大跌。这些就是产业，这些就是趋势嘛。那在新一波的布局的电子股里面，对不对？刚刚跟你讲了同分这个修正过的，再来台达电也是修正过的，
过去六个月它都是跌势，这一两个月大盘大跌的过程里面，它就是在整理横向，外资回来就是补。Windows 10刚刚发表 ，Skylark、Skylark 刚刚发表，都是要应付九月、十月、十一月的返校热潮。大陆也有返校热潮，大陆返校热潮反而比美国来的重要，因为人数多嘛。大陆二胎化开始走了，这些都是大商机啊。而且返校热潮我讲过了，它绝对不是现在七月份反应，它都是落在八月、九月、十月反应完毕之后，再来换北美的圣诞节、感恩节，再回头回到我们的春节。整个这个产业的换机潮 PC 的正式开始启动，因为新版的作业软体，你要给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修正，修正完毕之后，换机潮一上来，所有新的电源供应器、新的这个所谓的线上的服务、新的这个所谓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台达电都有在做，台达电还有在做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我讲过了，就是什么？行动支付，这一些是连贯的，同亨做金融刷卡机的，这些是跟行动支付有关，行动支付跟 Google Pay、Apple Pay 都有关，这些是一定要走的一个大趋势。再来就是回到我们传统的，对不对？台达电还有什么电池、电动车的电池芯的制作、电源转换器、绿能，这些是连贯性的，它不是没有连贯。那你在外资这一波里面根本没买到，但是在大盘大跌的过程里面它没跌到，这就是五 mega。 这个中间的 mega 等到上来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人跟你报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台达电后面一个礼拜，等到它真的在动，全市场或者是说新闻每天在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在跟你讲 Windows 10 Skylark 的 Skylark 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后面会发酵给你看？再来，也是全职电子哦，很重要的一档股票，很重要的一家公司，它叫联发科。联发科这一波里面，我讲过了。人家法说会也说过了 ，H2 会比还是比 H1 好，但是你千万要留意高通的晶片组的过热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掉。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很难去解决的啦。我们现在的手机哈，都给你挤一堆应用程式，包含我们的手游都一样，应用程式挤一堆，啊，你这个 CPU 就每天跑，对不对？你每天跑，你运算过程里面你又加很多有的没有的软体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容易过热嘛。联发科的好处就是它不容易过热，因为它不会外加强迫你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那你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手机一直过热，对不对？甚至于还有充电充到一半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然后去找答案找不出来，是不是？可能有答案但是不想跟你讲，联发科没这个问题嘛。联发科又在印度有布局，哎，印度有14亿的人口，而且他们也不会去买高阶手机，太贵买不起，大概都买10000块台币、6000块台币，就是300块美金、200块美金以下的产品，这些是大陆在行的。那你联发科的晶片组，其实他们早就在印度布局了嘛。大陆这边虽然保守，那是因为在开 i6s。那你印度呢？对不对？联发科这种晶片组的厂商是看量，不是看价，它都在印度、中国、巴西布局，这些都是人口很多的国家。大陆十四亿嘛，不对，大陆13，印度14亿人口，两个加起来27亿。那联发科有什么问题？联发科最大的利多在于股价快速修正，联发科最大的利多是高通的晶片组在过热，啊，股价又在低档，那我们就来拭目以待嘛。联发科、台达电会不会带着我们台股做一个绝地大反攻？
那更不要讲说昨天啊，这个量刚好收在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密码上，啊，这个国安密码怎么去解？那回来我们再来谈。火大了吗？啊，不用怕啦，有爱滋味粉检查，有国家给你认证，降胆固醇又降火气，哪吃哪喝最健康啦。哇哦，这样就对了，爱滋味粉检查。 iCash 联名信用卡全新上市，即日起刷卡就送超高点数回馈六倍送，周三四五加码点数十倍送， iCash 天天帮你省 cash， 手刷还有超高回馈。空头触底，多头大反攻，把握财富大翻身最佳解套良机。急跌之后急反弹，如何精准掌握？卖大起的股票，拢为你赚本本。7月31周五晚上7点，台北奔雅国际会议中心；8月1日周六上午10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3点，高雄西子湾饭店。02-2578-3777，2578-3777。啊，我的头纱，看我的！急中生智真够快，但污渍也来得快。新白兰在快洗模式下也能去除多种顽固污渍，带来超快洁净。新白兰去除99种污渍，快洗又洁净。新上市茶树除菌系列，含茶树精油，洁净更除菌。热天吃凉，100%台湾仙草上配会，泰山仙草蜜茶。影评盛赞 ，Get ready, then get ready。创新试效，绝无冷场。今年暑假就等这一步。Ethan aboard！ 不可能的任务现正热映中。I've got a bluebird。最本味的原味 ，Win 咖啡，韦恩咖啡。你猜一天你磨损了多少次膝盖？膝盖撑起每一天生活的重量，别忘了对它好一点。肤质爱惜足，不止小腿、脚底，创新翻转式按摩，温柔呵护你疲劳的膝盖。我的犀利人机，爱惜足 ，Kimoji 肤质。全面呵护，悉心照顾，满千送百，优惠实施中。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是顾富人。刚刚跟各位报告这个大盘的部分，其实有的时候呢，现在大致上还是走一个所谓的超跌段啊。这个超跌段其实是来自于市场上太多太多的负面消息，造成太多太多的人这个极度的没有信心，极度的保守，那也导致了什么一个很有不是很有趣哈，一个标准的多头反转讯号。那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呢，也很惨烈啊。我为什么要讲惨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加权的周线图哈，那个融资来到了1700亿以下。那1700亿呢，大概在7年前5000点的水位，我们现在呢，回推来看，哦，6600点的融资也还在1800亿哦，那居然来到了8500点，融资只剩下1664亿，在这个情况底下，筹码有多安定，你们自己去看，哦，之前一样1600亿以下的融资，大盘涨了3000点。大盘涨了3000点，在1700亿以下的融资，大盘涨了3000点。当然，你要给他一年的时间嘛。短线上，大盘一定会快速回到9500点，很快，大盘你就看得到9500了，搞不好下个月8月份就看到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我跟各位报告过，大盘已经超跌了。既然超跌，它就会快速反弹。昨天的加权量刚好收在哪里？昨天我们的加权收
的量，我随便抓一档给你看，注意看哈，我们收在888亿加权的量，加权的量收在888亿，它是一个国安密码，反正等到今天一根中长红，你就知道我要跟你讲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昨天很有趣的现象是尾盘是出量，而且收的刚刚好，天底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尤其是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不会刚好收888亿啊，这个慢慢的你就会理解，慢慢的你看到了这个大盘，哇，怎么这么强，哇，怎么这么厉害啊，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今天跟明天两天啊，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意涵了。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讲眼见为凭嘛，啊，等到你看到了你也少赚了10%、20%了。好，我是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尤其是股票你不要乱卖。好，所以今天跟明天的反弹你真的不要乱卖股票。我跟各位讲，昨天尾盘的收盘量比开盘量来的大，量又是888亿啊，你就记得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再点下去就没意义。好，我们看到再来验证。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生技的部分。生技有一个新的条款叫做基亚条款，就是在做新药的部分。好，这个法规的更改对于我们这个未来这个我们生技的族群里面在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报告也好啦，新药的过程也好啦，都会比较透明化，对于我们的生技的族群里面的这个所谓透明度是非常好。那对于我们这个不管是制药类的、新药类的、原料药的，还是医疗设备的，还是医疗材料的，大家都有帮助。好，这个先理解了哈，因为生技的族群还要涨的，啊，这它会来到8月初都还要动。虽然说7月份是生技月，可是因为大盘跌得快，太凶悍，所以很多个股上面都没反应。可是呢，之前何老师跟各位讲的立丰，对不对？从180涨到240，那中间一直在提醒各位，对不对？大盘大跌1500点，这一家公司的股价居然涨了60块钱，18万可以赚6万块，可以赚30%。大盘跌了1500点，立丰你买到了，你可以赚30%，就这么简单。我们也没有推荐你一缸子的生技啊，对不对？之前跟你讲说，面膜、防晒、保养品，对不对？这些本来就是必需品嘛，是不是？太阳这么大，你总是要防晒吧？太阳晒久了，皮肤会干的。这个是连我都在抹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本来就是需要的嘛，对不对？人家立丰是克林缇娜用，做了又不差，对不对？产品又有效，我不是帮他广告了，我只是跟你讲说，他的产品是有效的，所以股价呢自然要反应嘛。就这样，哦，来，邦特，大盘跌了1500点，它从110震荡到95、96，又弹回去，对不对？98块，今天搞不好就来了100多块，是不是？大盘跌了1500点，邦特连跌都没跌到，它只是没攻击。哎，大盘跌1500点，你要邦特强涨哦，你会要求太高啦，对不对？为什么没办法强涨？没补量嘛。哦，量能过两天补一下就上去了，甚至于说今天搞不好就上去了，不一定。生技没走完，好不好？不要怀疑，就是这样。好，这是生技的部分。那回过头来看一下大型电子的选指，第一，联发科哦，联发科7月份也算很惨哦，联发科从430来到了320左右了哈，430到320。跌了90块、100块。那联发科其实再大的利空，其实都反应晚了嘛哈。H2 最大的利多来自于高通的晶片组还在过热。再来，它的印度的布局会很重要。
联发科印度的布局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印度它也不是做非常高阶的手机嘛。既然不是做非常高阶的手机，自然而然就会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晶片组。啊，联发科是属于修个短袜，啊，它是针对量，印度啦、中国啦、巴西啦，哦，这些都有在做。只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告诉你说中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样，中国又怎么样？那我可以告诉你，联发科是全球布局的啦，啊。高通有问题，人家自然回头来找没问题的厂商，所以联发科在 H2 的部分，下半年的部分，它的机会就很大。那既然机会大，股价又回来，那这个外资迟早要把它补回来。那我认为今天就会开始补了啦。那也是可以来观察联发科会不会带着我们的大盘 IC 设计族群开始一波反攻的领头羊。好，我觉得这个可以来慢慢的拭目以待。来。再来台达电，哦，台达电代表的是 PC、NB 笔电哈，电源供应器、绿能、第三方支付，加上微软的 Windows 10、Intel 的 Skylake 都在刚刚发表，所以整个十月份的返校热潮，九月份的哈，九月份返校热潮，十月份的大陆黄金周，十一月的感恩节，十二月的圣诞节，全部加在一起。所以下半年台达电也是外资回补标准的个股，更不要讲同亨啊，人家同亨怎么样，业绩不变，上去回到集涨区， Google Pay 行动支付，这些是未来的趋势。如果各位对于产业面个股有问题，你把电话拨通，我就可以找得到你。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别让身体不开心，潘怀忠告诉你，买染发霜先看清标示，566染发霜没有化学成分 PPD， 有天然小麦蛋白，变笑脸，午后不败，很开心哦。唔啦话啦，喊温莫朋友马龙勇566，欢迎你也一起乌溜溜。一转二压三咔嚓，不脱落盖，一百种生活，方便喝，不用一手拿瓶盖。可以单手喝，很安心，不会掉哦。泰山纯水，一转二压三咔嚓。空头触底，多头大反攻，把握财富大翻身最佳解套良机。急跌之后急反弹，如何精准掌握？卖大去的股票，咱为你传本本。7月31日周五晚上7点，台北奔雅国际会议中心；8月1日周六上午10点，台中日内瓦会议中心；下午3点，高雄西子湾饭店。02-2578-3777，2578-3777。多芬新突破，清氧保湿系列，含独家清氧配方，秀发轻盈水润。告别扁塌感，全新多芬清氧保湿系列，极致精润养护同步上市。给家人的每道菜都要健康天然，我选奶素可用的康宝鲜味炒手，含有效。